刚，我们今天要回家哦，小刚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我们今天要回家哦，雪糕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再来晚一点，他可能就体力不支哦，溺水在里面了。他老了，体力很不好了。他前天有掉下去，有里长有抓他起来，然后他又掉下去，不用怕。这只狗，如果我们再来晚一点，它可能就体力不支，哦，溺水在里面了，就死掉了。它老了。体力很不好了，这次差点被淹死了。